诶，娱乐嘅综合新闻报道，喂，今日咧，唉，又要讲 Eden 啦。咁啊，Eden 嘅 fans club 咧，可以话即系获新鲜获金啊。咁所以咧，就真系有啲咩偶像咧，就有啲咩 fans club 啊。咁所以咧，今次咧有一单极大嘅丑闻出现咗啦。咁啊，跟住就已经广泛流传喺。系一啲爵士群组嗰度啦，咁当然，哎，有啲姜糖都唔知，哎，但唔紧要啊，呢样嘢咧，姜仔咧同大家讲翻啦。咁啊，开始段片之前，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同埋留个言咧，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啦，同埋课金支持。嗱，咁呢个咁嘅爵士系嘛，Eden fans club 咧，咁啊可以称得上啊，就。正式玩完噶啦，我都可以同大家讲，即系正式玩完，即系因为佢哋咧之前咧咪话，曾经试过再重组嘅，嗱，因为之前咧解散过噶嘛，解散过，因为当中牵涉一啲黑箱作业啦，啲应援费不知所踪啦，系咪等等嘅嘢，咁所以就俾人哋罢免咗，但系佢哋曾经重组过嘅。重组过嘅，但系咧都依然咧冇办法咧可以得到一个共识，甚至系讲紧咧重组嘅成员都系前主席嘅一啲爪话嚟嘅，咁啊结果又系不了了之啦。咁啊跟住 Eden 咧就已经出到声，咁就话公司已经介入咗喺呢个 fans club 嘅运作度，但系后屘又系不了了之啦。好啦，咁啊近排终于爆出一镬大镬嘢啦，就系讲紧啊嗰个之前啊 ，fans club， 因为我哋有阵时做应援咧，会夹钱噶嘛。咁啊 ，Eden 咧生日应援咧就喺嗰、那个爵士 group 群组嗰度啊，咁就讲啊，就呢个 Eden fans club 咧就呢个收费会，咁啊每人就夹嗰800蚊咧，就帮 Eden 咧就夹三日。咁啊，亦都即系夹生日嚟为止咧，就系当然买应援啦，咁样咪呢啲应援产品咁样。咁啊，结果咧就有人发现咧，就话我夹咗钱，夹咗800蚊，收唔到货，亦都唔见到 fans club 有同阿 Eden 做任何嘅生日活动。咁啊，跟住原来咧就发现咗一样嘢咧，就哇呢样嘢我真系要同大家讲。是非常之奇怪一样嘢，就是话嗱，佢就叫做啊，有一啲叫做Eden 嘅生日应援活动啦，咁样咁啊，每人夹800蚊，咁咧就话咧就会咧俾翻一份礼物俾你嘅，咁你夹咗800蚊，当然你话800蚊攞份礼物系咪真系值800蚊？我呢啲嘢唔使讲噶啦，咁啊当中应该有一啲钱咧系落咗喺一啲。Eden 生日应援嘅活动上啦，咁呢样大家理解啦 ，OK， 大家理解啦。咁但系问题上就话，依家我就夹咗800蚊，有一班苦主就夹咗800蚊。咁跟住咧，佢后屘收到嘅信息就话，哦，对唔住，因为你哋填错咗资料，所以咧你哋咧系冇礼物收噶啦，咁样样。咁跟住咪兴咯，啲爵士咪兴咯，喂，我填错资料。咁我咪补返囉，係咪我格式唔啱我咪改返去囉。咁我俾咗钱㗎嘛。我夹咗钱㗎嘛。係咪你话我格式唔啱填错嘢哦，咁你直接充公咗800蚊啊。係咪佢话连礼物都冇得俾佢。咁结果佢哋就成立咗一个组啊。就叫做收集係咪呢个Eden 生日周边啊 ，fans 级周边苦主嘅大联盟啊，咁样样，咁佢哋依家就统计下呢、这个人数咧，就希望咧就话翻俾公司即系 Market View 听，希望安排人手去追讨退款同埋发放，即系发货啊，将嗰个咁嘅应援礼物咧发翻俾出嚟哋喺度，咁啊就觉得好奇怪啦。咁啊当中咧有啲人咧就咁讲嘅，佢话好 sad 啦，今次都唔知点算。平时咧俾100蚊咧都好似揿住抢，依家咧就当货钱咧就去应援咗阿 Eden 嘅生日会咧。依家钱又俾咗，货又唔俾我，跟你吞晒我800蚊，系嘛？咁你可以话，因为我都有责任，因为我提供资料可能有阵时有啲格式错或者提供咗错误。咁但系每人
可能再进一步解决晒成件事，得唔得呢？你而家钱又收咗我，货又唔俾我，跟住就扣起晒啲货钱去咗边啊？咁啊，跟住就亦都讲紧啊，依家 fans 级 FC 系停咗运作噶嘛？咁你再搞个生日应门，咁我又见唔到啲生日应门喎，Eden 系嘛？究竟我啲钱又好似冇落到去做宣传应门嗰度喎？咁啲钱咩？咁啊，结果咧有人爆啦，原来当中咧牵涉咧过千万啊！系嘛？过千万啦，近1000万啦，我唔知过咗，总之1000万啦，我当佢1000万啦。喂，相当之大嘅一个数目喎。咁即系话你依家讲紧800蚊一个，嗱，我依家就咁计1000万啦，过18000万、10万、8万、1000万，我出去800蚊一个，我度有成12500个人交咗钱嘅。哇，咁你咪好？咁真系好傻，即系话你依家讲紧，我哋买嘢都唔系咁啊！嗱，你一系就同我讲你系老千，你夹咗我800蚊走，咁我都冇咁兴，因为我可以报警噶嘛，大佬系咪先？即系等于我之前我讲疆图一啲应援物啊，网上边有得买嗰啲公仔系嘛，100蚊你俾咗佢，跟住突然间连个群组都消失埋，咁我都知道我起码俾人呃啦，我可以报警啊！喂，你依家唔系喎，你依家摆正个排头 FC 系嘛，爵士 FC 啊，但系我其实当中都好难理解，又话解散咗，但佢哋用 FC 嘅排头去筹呢个应援活动钱，系嘛，跟住咧就又话出货，又话食，但系就见唔到啲货，跟住又话去做 Eden 生日应援又冇，系嘛，今日结果。跟住你就话我填错资料，俾错格式，系咪填？我唔知填错咩资料，俾错咩格式啊？跟住你就话哦，你填错咗冇噶啦，吓800蚊都唔会俾翻你，系嘛？依家直情系没收咗你笔钱，货又唔俾你，应援又冇做，咁 你真系同打劫冇分别。我同你讲，喂，即系依家我等于去买件货，我依家等于买件货，嗱，我钱都俾咗啦，我咪 book 咗你件货啦。跟住你同我讲话。诶，先生，你写嗰个咁嘅名写得好核突喎，唔啱喎，陈生，你个都唔系陈字嚟嘅，系咪？我好核突，系嘛？我话你依家写错你个名，出唔到货俾你啦，我对唔住啊，没收，系咪？直情没收咗你我笔钱，OK，我笔钱仲唔系订金喎，我唔系订金，我硬系成件货嘅钱嚟嘅，OK，咁啊。我觉得真系相当之鬼，即系我唔知道大家点谂，我觉得系非常之奇怪呢件事，系咪先？喂，如果讲真一句，我填错资料或者有咩唔妥，咁你咪同我倾咯，系咪先？你话我地址写得唔清楚，我咪写翻俾你咯，系咪？你话我电话留错咗，我咪留翻个俾你咯，系咪先？但系你都通知咗人啦，即系总之有咩嘅资料上错误。你咪叫我补翻俾你咪得咯？喂，你而家直情唔使我补，你而家直情系讲紧500蚊，我没收埋你添，系咪先？我都过千万呀，系咪先？喂，咁你而家即系讲紧，喂，即系讲紧，我都唔知啊，我唔知可唔可以报警啊呢单嘢？咁可能警察到阵时就话，咁你同 fans group 倾翻下咯，即系究竟你系咪真系填错资料啊？咪同佢？喂，而家佢唔倾喎，大佬。投诉无门，我可以同大家讲，系嘛？投诉无门，系嘛？又唔退钱，又唔出货，夹咗你8嚿水走，里面过千万，咁里面都有啲人就话啦，喂，即系究竟依家其实我个咁嘅 fans club 系咪停止运作？但系停止运作，但系都依然有人可以讲紧。用嗰个 admin 身份去做呢啲咁嘅嘢，即系因为我当中就因为太多信息，我当中睇到咧，应该系有人咧系话自己系Eden 嘅 fans club，咁跟住就话去做应援活动，兼你攞800蚊出嚟咧系有一份礼物咁样样，咁我即系嗰份礼物，咁啊依家直情系应援活动又冇礼物又冇，咁啊夹咗800蚊，喂其实。即系我唔知道系咪其实可以报警，喂，但系依家问题上佢又唔系话好似讲个牌头呃你喎，佢而家系怪责翻你话你嘅资料提供得唔好，
资料提供得唔够，咁所以就出唔到货俾你，系咪先？喂，咁我觉得系相当之诡异同埋奇怪咯，系咪先？而且讲紧，喂，你唔系咁做，唔系咁运作噶嘛？喂，同埋你依家唔系你普通嗰啲咁嘅社交平台 Facebook 开个 group 出嚟去话买货，你依家系打正旗号，你系爵士 fans 级嚟嘅，系嘛？爵士 fans 级嚟嘅，咁依家整到个苦主大联盟啦，类似咁样样啦。咁跟住当然有啲网民就好啦，搞笑啦，佢话依家好似赚得多过 Eden 退休啦，直情即系快过 Eden 上岸啦。OK，全部即刻退休揽住嚿钱。咁啊，你话1000万咁系咪？1000万又系咪真系可以退休？我唔知啊，系咪先？1000万其实我唔知道，我唔知啊，系啊，我呢啲评论唔到啦。咁但系我所评论嘅嘢就系觉得好奇怪，即系究竟有冇保障咧？我自己觉得。即系我哋嗱，你唔好话着唔着市啊，系咪？我哋作为 fans 嘅，系嘛？究竟，系咪可以睇到 FC 嗰个财政来源同埋报告咧？究竟佢哋攞咗钱去做咩咧？系咪究竟公开透明咧？喂，即系呢样嘢真系需要值得讨论啊，系咪先？喂，着市系嘛？即系我自己作为姜糖啦，我唔系话真系。即系去到咁嘅情况，我系觉得你哋有啲可怜嘅。老实讲，真系，我觉得你哋可以用4个字嚟形容啊，无主孤魂，系咪先？fans 级又搞到咁，阿 Eden 又话出到面话公司会介入啦，啊，但我依家就唔知介入成点，系咪开咗个苦主大联盟，跟住就话睇下可唔可以收集到，收集到啲名单，究竟边个俾咗钱又攞唔到货，收集啲名单俾公司跟进下咁。喂，但系MacaVille 帮唔帮你跟进都系一个问题咯，我自己觉得系嘛。喂，MacaVille 大条道理就话吓 fans 级，你哋嗰个 fans 级唔系我哋官方嘅 fans 级嚟嘅，我哋官方有。系咪 Miro 嘅？我哋 fans 级有 Miro 嘅，你嗰个咩 fans 级啊？吓，爵士 fans 级，我哋冇啲咁嘅嘢，我哋正式嘅 fans 级系 Miro，咁已经收得档。我话俾你知，班爵士已经系收得玩完咗，你明白？喂，咁我觉得成件事系非常之诡异，即系我谂诡异，即系几样嘢就系话，喂，你明明嗱，我都报道过几次啦，我都讲过几次话。Eden 嘅 fans 级已经散咗噶啦，人去楼空噶啦，亦都有好多嗰啲咁嘅资金未明啊、黑箱作业嘅前科噶啦。即系就算我自己唔系爵士，我自己姜糖我都已经收到咁多风啦。喂，而且我亦都将嗰啲风亦都系散咗出嚟噶，喺我条频道系嘛？我唔知爵士有冇听我条频道啊？唔听我就抵死啦。OK。咁我谂作为一个爵士，点都知道呢啲事啩？喂，你个你我班咁嘅，我唔知系咪真系净系主席有问题，定系成班干事都有问题啦？系嘛？即系都搞咗咁多嘢出嚟啦。Eden 又话介入公司，又话介入，我唔知佢介入到成咩程度，系嘛？咁啊，结果又搞咗一镬咁嘅。金嘢出嚟，又搞咗镬结嘅出嚟，咁就话资金未明，去向成千万唔见咗，依家系嘛？你即系睇上嚟同老千局有咩分别咧？我即系自己问下，系嘛？喂，我都讲过几次啦。喂，你自己作为爵士，嗱，我即系唔系以一个，即系我觉得我唔系以一个姜糖嘅身份去教训你哋，我系以一个正常人。或者你当我一个长辈啊，喺同你哋班爵士讲，喂，你哋明知 fans 级已经有问题噶啦，之前 Eden 已经讲过几次话会介入调查、介入去管理、介入去重组，咁你都知道呢一个咁嘅组织都出现咗一个问题出现噶啦，散晒噶啦。咁你哋都仲要俾钱去搞应援，
咁我就真唔明白咩心态啦，究竟发生咩事？系咪先？即系正常人，你睇到间公，即系你行过一间食店，哇！你睇到里面有乌蝇有曱甴，系嘛？你见到啲职员又担住口烟，系嘛？制服都冇件，系嘛？又着住嗰啲咁嘅背心，系嘛？手又污糟邋遢，面又污糟邋遢，系嘛？里面粗口横飞，咁你都唔会入去食嘢啦，系嘛？你拣都拣间光鲜企理，系嘛？有牌照嘅嘢啦，系嘛？挂晒啲牌照出嚟啦。咁虽然可能大家都唔干净，我唔知。咁但系你账面上都应该帮衬我啲啊，你唔会去帮衬一啲咁嘅餐厅。喂，依家咪就系咁样样，即系我觉得会唔会系因为你哋着屎？依家因为系无主孤魂，惊啊！即系惊落唔到地，即系好多嘢就话，诶，去咗边咧？依个 fans 级又冇咗，冇人支持 Eden，系嘛？冇人支持 Eden，咁求其揾个前 admin 又好，或者系话自己系 fans 级又好，系嘛？直情系讲紧解散咗嘅 fans 级都话有做应援嘅，咁我哋咪继续支持咯，继续支持阿 Eden 咯，继续支持去咯，俾钱咯。即系咪咁样样咧？咁我觉得系可怜咯，我自己觉得系嘛？你都明知对方有咁多问题、咁多前科啦，咁就理论上就系冇可能去再投入任何嘅钱同埋资金去继续去做呢啲咁嘅营运工作噶嘛？你明白？咁你明知系咁样样，咁依家好啦，啊，跟住人哋话搵个原因就话哦，你吓。啲資料唔齊全喎，填錯嘢喎，係咪？冇噶啦，係嘛？你嗰800蚊，即係我依家感受到一種氣氛啊！你明嘛？即係我依家俾咗錢，跟住就通知我話：，喂，阿陳小姐，係嘛？喂，你填錯嘢喎，吓？填錯嘢啊？咁我補翻啦，唔好意思，啊，冇得補啊，冇噶啦，你份禮物冇噶啦。吓，你嗰份八百蚊，我哋冇得退喎，对唔住。吓，我俾漏咗啲咩资料，我俾翻你咯，系咪先？喂，即系我谂住都系支持阿 Eden 生日，同埋攞翻份礼物，同埋之前呢啲应援啫。哦，冇喎，我哋冇啲咁嘅机制喎，系嘛？你填错嘢就填错嘢，系冇得退款，亦都冇礼物吓。所以咧，依家咧，我又通知你，你依家都错咗啦，系嘛？就系咁样样，你明唔明白我种咁嘅态度啊？即系我种态度，我直情隔住个 mon 啊，我都感受到一种嚣张、不可理喻同埋奸屈嘅态度啊！你明唔明白？即系呢个系相当之奇怪。我真系咧，我真系同大家讲咧，即系我做呢条频道啊，我做呢条频道，即系当然除咗疆土嘅嘢之外咧，我都会。睇住其他 Mirror 十二支发生嘅嘢，Mirror 十一支发生嘅嘢啊嘛，系嘛？哇，真系咧，即系俗语讲啊，你唔死啊，每一日都有呢啲咁嘅奇怪八卦嘢，同埋你完全不能够理解成个运作嘅事情发生嘅，你明白？你觉得即系嗰啲嘢咧系毁掉你三观啊！我成日讲系咪？哇！我真系做咗条文，哇！我真系睇到好多啲咁嘅，哇！我啲咁嘅搞作啊，系咪？我啲咁嘅运作管理啊，系咪？哇！乱起上嚟唔系乱咁简单啊，你明白？我仲系反智啊，你明白？我仲系反智，系令到人哋觉得哇，唔系啊嘛？即系你谂下，编剧都冇编唔到出嚟啊！你试问一个编剧够唔够胆写一个剧情，就系讲紧你去买，讲一个角色去买嘢，系嘛？去买咗嘢之后，我钱啊俾咗啦，但系当你话要攞货嗰阵时，直情同你讲话，哦，你填错资料啊，系嘛？货啊俾唔到你啦，啊咁你退钱啦，系嘛？你退钱俾我啦，我唔要件货，啊咁啊唔得喎，你俾咗钱我哋唔可以退钱，亦都唔会退货。亦都唔会俾货，因为你填错嘢咯。喂，编剧都写唔出啦，系咪呢样嘢真系？喂，你编剧，喂，我话知你系咪先？我话知你王晶都写唔出呢啲剧情啦，你谂都谂唔到，但系事实就系会发生。
所以真系我自己呢单嘢我都学咗好多嘢，即系你原来系咁样都得噶，哇！原来咁就俾人 get 咗1000万去啊！哇！真系犀利，咁我唔使做呢条频道咁辛苦啦，系咪先？咁所以我都觉得我都无言以对呢单嘢，所以好奇怪。就系咁啦，咁啊，呢件事我都会同大家继续跟进嘅，希望即系、就是、希望有个说法出嚟啦，咁样样。好，咁啊，今次将呢个娱乐嘅综合新闻报道就咁多，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